屏东潮州的戏曲故事馆是由什么单位的建筑改建而来？一邮局，二警局，三洋行。因为我上次来这里的时候，我有跟大家说我是潮州人，然后这是我的我家。你是屏东潮州人？对，这是你家的题目哦。对啊，可是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家附近有什么戏曲故事馆。你离家太久了，太久了。你是几岁的时候上台北的？我上台北是前几年的事。对啊，但是我从小就应该出去外面读书。对。哦，你不要哦，你不是在屏东潮州读书的？对对 对, 對。那你是几岁的时候离开屏东潮州的？国中的时候。国中的时候，十几岁就离开家了，所以你不知道你家。但是我不觉得戏曲故事。潮州有洋行哎。感觉全潮州，为什么不可以嘞？感觉潮州最像洋行的是我家，但是我家不是戏曲故事馆啊，所以你觉得你家很时髦？是洋，你家肯定是住在洋宅啊，洋宅，你不可能住在阴宅，别乱讲。反正小虾应该也不会吧？他又没有，你有去过潮州吗？我没有去过潮州，好，那我。但是我会这一题，真的吗？我觉得如果这一题你自己会的话，其实不见得要用到小虾。那不一定啊，我觉得跟你自己在想想。我觉得你的题是非常明显。四号，你也发现了哈。非常明显。不是，他怎么了？他下去了。我刚只是觉得这是你自己家的题目，你应该要自己答。我不是在提示你说，是吗？你不是要求救？没有，我只是放上去还没按，按了。你妈有在看电视吧？应该没有吧？我不会告诉她说有这个通告，因为我答错的话。你妈还住在屏东潮州吧？他们都还是啊。对，所以你妈妈应该会知道屏东潮州的。明天就搬家了，直接搬到永。你妈如果知道你这题答错，她怎么跟她的邻居交代？说我儿子完全不知道我们自己家发生了什么事。我刚其实没有要提示你的意思。你现在在推卸责任，对不对？我刚其实没有提示你的意思，我只觉得自己家乡的题目要自己答。好啦，那反正我也按啦。对啊。这么无奈。揭晓吗？我刚刚是答一吗？对。好，一。你真的忘记了耶，真的忘记了。三秒就忘。你先跟妈妈说，你觉得这个答案是对还是错？你要先跟妈妈说。真的，最像洋行就是我们家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警局又偏僻，就是一。确定哈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不是一邮局呢？电视。